大笑江湖的那个首映场，谢谢。朱导要先接个电话吧，因为朱导最近非常忙啊，每个人都要忙着。恭喜你说票房卖得不得了，哎，是第一位台湾导演在大陆有卖出这么好的电影票房成绩，大概多少钱？跟大家说一下，大概1.6亿台人民币吧，8亿台币，8.6亿台币。8亿台币啊，真的不得了，是首位，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啊。不要紧不要紧，好好好，没问题。那多讲一些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其实谢谢大家喜欢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年的电影，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胜了也别太高兴，败了也不用太气馁啊，反正败了就想怎么再起来啊，胜了就想下面怎么不要再把它做掉啊，做下去啊，所以我就平常心待之啊。刚才讲这一番话，真的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感觉哦。不过真的有非常用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在这个大笑江湖里面哦。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导读一下有多么的精彩这部大笑江湖好吗？其实你如果看过很多我们港台拍的武侠片的话，这部戏就是集所有武侠片的一个大成啊，就是所有金庸小说上没有写到的人物或者是事件啊，你都可以在大笑江湖里面看到。就比如说葵花宝典是从哪里产生的啊，那比如说东方不败他是怎么变成阴阳人的啊，比如说独孤求败这个神秘的角色在金庸小说只有一个剑冢跟一个碑文嘛啊，杀尽仇寇奸人一败难求，但是我在这个戏就让你知道谁就是独孤求败啊，种种种种，包括星际大战的那个光剑怎么曾经在我们中国的中原武侠上面也有一份很重要的地位啊，我觉得枯燥的蛮有意思的这个戏，所以你等于看了这部戏就等于看了全以往看过的所有的武侠片。是导演，那听说今天导演也要送一个即兴的对联嘛，因为这个贺岁档真的太多，不管是洋片国片啊，太多精彩的好片了。大笑江湖是首播第一个1月16号礼拜三先上档了，你也今天要送了一个对联给大家，对不对？给这部电影加持一下看。好，上联是平地一声雷，下联是一笑解千愁，一笑解千愁，横批是大笑江湖，大笑江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哇，真的非常厉害哈、哦！有没有特别呼吁哪些人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放寒假了啊，学生们其实这是很适合从七八岁一直到30-40岁都很适合来看的一部大笑的电影。没错，朱导说的是哦，合家观赏片子，所以一定要在台湾再创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对不对？好的，谢谢朱导演，请先稍坐一下哦。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演员哦。好久不见，磊磊，还有我们的宪哥吴宗宪。嘿，你好。哎，宪哥你好。还有我们的小小兵，掌声欢迎。来，哇，这个要高一点，因为这样比较好拍，对不对？像我们一家人。等一下，我们有平面媒体的拍照时间哈，先请我们的新磊跟大家问声好，好久不见了。大家好，难得可以在，应该已经至少半年多没有在台跟大家见面，很开心见到大家。这一次好像。这一次听说里面有女扮男装，而且还有那一种行侠仗义的一个侠女的一个风格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演出的心得？这次跟朱导合作非常开心，因为第一古装其实我以前比较排斥，因为我不喜欢女装的造型，所以导演真的特别爱我女扮男装，而且跟他合作很开心，因为夜戏都是差不多9点10点就收工，配合我的平常的作息。你说西磊这一次因为这部电影的大卖，所以在大陆非常的受欢迎，对不对？所以片约也因此不断了。可不可以说一下今年新年的工作的新心愿呢？
最近还在看一些剧本吧，那今年也最多会直接一到两部戏，跟网友差不多，遇到喜欢的戏才会接。谢谢我们的西磊，接下来是我们的宪哥。哎，宪哥你好，刚刚有说啊，那个朱导在那个我们后台的时候说，因为卖了8亿嘛，对不对？有2亿归功于你，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在片中演出犀利哥的心情。对呀、啊，我这个每次啊，在这个戏里面啊，总是演出大家啊，从画面上看不太出来是谁的人。但是2亿，我跟导演讲是失忆跟回忆啊。那个，我也希望下次啊。可以给我多一点的跟女主角对手戏，我讲真心话，朱导演已经创下了一件事情呢，就是所谓的延屏障碍，这个在史上呢，在内地呢能够卖出最高的票房，就剩朱导了，那能够破朱导演记录的，恐怕就是朱导演本人了。我们这只是一片，在大家原先。对我们有所想法的，因为过去大家还沉溺在啊那个上一部电影，啊我们也不要讲是谁拍的，勇敢啊，神探两个半，谢谢支持，谢谢，哇支持国片你是第一人了 啊，那上一片之后呢？导演评价讲，他陷入了一点低潮，他自己认为，哎，我已经很努力把这个电影做好，但是啊，受了非常大的委屈。我们两个都是男生，互相面对面，他只差没有在我面前掉眼泪而已，觉得说我做得很好，但没有卖，有时候也不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嘛。恭喜这一片，让他完全扬眉吐气，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我呢，在里面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啊，那么也感谢导演啊，对我的看待看重，为什么呢？灌篮卖得很好，因为 opening 就是有我在，对不对？后来这一片也卖得很好，哎，小弟也在里面。那前一片因为由于没有我个人存在，所以就卖得不太好。谢谢导演一再的这个看重，下一片还是我们啊。那个我也跟他讲，我说啊，包括导演，不给我钱呐、啊，我都要一起来为台湾的电影做努力，就这样了，好吧？哎、欸，小冰冰，我来访问。好，没问题，没问题。这小事很难搞。小冰冰啊！哦，小小冰来，哎、欸，你怎么那么讨厌小小冰啊？好吧，你怎么那么小小冰冰？你不喜欢他？他就在前面。啊，那个阿兵拍戏会不会对你凶啊？不会。不会啊，有没有给你糖吃啊？对啊，只要能给他吃的，好不好？现在有奶便是娘。然后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跟女主角，你跟西磊姐姐有没有对到戏？没有。没有，来，赶快对一下。我要对戏啊！我又没有跟你。他看见你会不好意思。加油！哦，有粉丝哦。我跟他讲说，要不要姐姐抱一下？你不要说小林加油，我没有喜欢女生的。你看他尴尬到头都不敢转，他现在在看你。不要你的。你不要，赶快，他现在在看你了，快点。后面不要大喊说小兵加油，我会气死。大小兵，我爱你。好，西磊姐姐很漂亮，在旁边啊，她这个年纪早熟。他太早熟了，对对对对，好，下次你们两个一起拍《非诚勿扰三》，好吧？那么快就要试婚了，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好，谢谢我们的宪哥，非常逗趣。哎，宪哥说一下啊，因为你的同党有一个鸡排英雄啊，朱大哥啊，跟你一样都是这个主持界的双天王啊。这一次我们在贺岁片同时碰到王不见王啊，你有什么话想要给我们的朱大哥？没有，希望大家，人家说急事急事嘛，急事。是集合的集，第一个，第二个集是吉利的集，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件事情，整个市场就会更好起来，所以集市集市，梨花街那么多卖年货的，你担心怕竞争，对不起，不用担心，全部的人都会到梨花街去办年货，就跟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演唱会一样。过去来讲，大家没有习惯买票嘛，现在一票难求啊，每一个演唱会都卖翻了。以前大家觉得对台湾的电影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做出更好的电影，想必会有更厉害的海角七号 Manga
大笑江湖。是的，没错，大笑江湖就是紧接着前面的那些卖座片啊，在台湾一定会拍出非常好的成绩。这个在找自己吗？不，哎呦天哪，有没有看到？你相信吗？这是 Jackie Wu 啊！失控了，失控了！这是化腐朽为神奇啊！把我导演又把我弄得像我自己一点，好不好？听说我们的小小兵啊有献上一个很好的礼物啊，要给我们的朱导演，是不是？这个叫做大笑江湖的葵花宝典。小小兵为什么要送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朱导演呢？据说就是要表扬我们的朱导演哦，真的是开喜剧片的常才啊。同时这部电影的编剧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叫做宁财神，还有那么多的重量级的卡司演员，相信会在1月16日卖出非常好的成绩。那我们请我们的平面媒体，请接受拍照的时间。来，右边看一下，右边。好，现在右边的媒体朋友，来，慢慢转过来，谢谢，转过来。这边好，这边哦，后座这边举。请看左手边哦。来，这里哦，这里哦。来，这里哦。后座这边，这边，来一下。来。那我们来看中间的媒体朋友哈，啊，中间小小兵要不要摆出一个很棒、很可爱的 pose， 祝这部电影的票房大卖呢？没 pose 是不是？哦，好，那随便摆啊，你怎么摆都很可爱。好，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贵宾，谢谢我们的导演跟演员们。我们要不要单拍的时间？我们先拍西磊吗？好，磊磊先开始，来。方言右手边一点点。OK， 好。过头了可以了吗？来右边，来右边，看一下右边。好，右边的媒体朋友。来，左边转一下，换个心理这边。左边，换个后手。右下，谢谢。蕾蕾是走知性风的美女，对。来这边吧，这边吧。好，可以了吗？左边看一下，左边。来，好，最后正中间。好，谢谢我们的蕾蕾，谢谢。两亿票房的宪哥，乾坤大挪移的，真的功夫很高强，模板面，模板面，厉害厉害，好啊。来右边，戏里面听说他是被一巴掌打到谷底，所以变成了犀利哥的造型哦，在谷底求生，所以学了很多的绝学啊，非常多的武功哦。相信这些 pose 也是在这个拍片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来右边，宪哥摆这个，宪哥右边，四八八亿，八亿，哦，八亿 ，OK。来，宪哥右下那边看一下右下，1.6亿 ，OK。宪哥这边，人民币的部分，要不要摆个1月26号台湾上档日期？他1月26号怎么摆呢？考验一下宪哥喽。哎呦！你写在下面，有小孩子在现场啦，好，可以了吗？好，谢谢我们宪哥，谢谢。